王爷。我已经让福海准备好了车马，你带着孩子今晚就走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这一辈子，我害过的人不少，虽然我有我的道理，但毕竟有人愿死在我手上，所以有今天这个结局，我不意外，也没什么好抱怨的。可是，我们40岁才有了这个孩子，他还没有长大，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人间，就这么让他跟我们去死，我不甘心，他也不甘心。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失去了阿妈和额娘，他也活不了。你带着青儿先走，我会去找你们的。你骗我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皇上不会放过你的，他那么恨独儿衮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相信我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我能逃到哪儿去？你去长英村找一个人，告诉他你的身份，他一定会帮你。长英村的那个人不是与你有仇吗？就是他。王爷，月华姑娘，你
你实在不必每天这么辛苦。月华从小没有父母，被裘某养在身边，没有读过书，只知道害人。多亏了陈师傅，我才能活着，才能见到光。月华愿意照顾陈师傅。当年救你的人是英霞。我出涉江湖的时候，武安主簿孙光耀给我算了一卦，说我这一生求而不得，得到了也会失去。起初我还不以为然，如今想起来，他的话一点不假。陈师傅，月华不信这些。我这一生爱过，失去过，足够了。月华生得晚，不曾经历过陈师傅侠义的前半生，但求能陪伴你的后半生。我只希望不再看到陈师傅孤单的背影，仅此而已，无他。有他们陪着我，怎么会孤独？你做的猪蹄儿不错，什么时候给我做一顿呗？就是啊，可以呀、啊。谁都知道我做的咸猪蹄儿啊，是全村最好吃的。那我们可有口福了。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陈师傅，又去练拳呀？是啊。我去赶集，你有没有要带的东西？告诉我，我给你带回来。家中什么都不缺，多谢胖婶了。那我去练拳了。说那月华也老大不小了，仆人不是仆人，妾不是妾的，算什么？你们可不要胡说，玷污了陈师傅的名声。他呀，只不过是陈师傅养在家里的丫头。我这么说还不是为了提醒你啊？为我？什么叫为我？你就别装了啊！这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当我们还不知道呢？啊？那么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就你的这点心思，整个长阳村谁不知道啊？自打你那男人走了以后，你是见天的往陈家跑，你以为我们没看见呀？我跟你说，陈师傅与我家有恩，他一个官夫，我帮帮忙有什么不对呀？陈师傅与我们长阳村的人都有恩，也没见谁像你一样跑得那么勤啊。你也不用跟我们解释啊，还是多多提防那个月华才是。啊，那么一丁点身吧，你看，能跟我比吗？承蒙各位祖亲厚爱，让王庭担任武学的师傅。王庭资历浅薄，只怕难当大任。哎，您太客气了，太谦虚了。依我看，咱们长阳村除了你啊，就没有别人比你更适合了。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意见吧？没有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族长，育人是件大事，王庭只怕误人子弟。你太自谦了。你是我们长阳村的好儿郎，我们只盼着你能够教出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人才来，这样我们长阳村才能有希望。啊，族长，我哎，再推脱那就是偷懒了。啊，好，王庭答应就是了。师傅已经答应你们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，那咱们就出去比试一下吧。下面进行第一场，陈汝信对陈所长，敬礼，开始。
汝心胜利。下面进行第二场，快去吧。陈汝杰对陈索洛。敬礼，开始。谁说必须打陈家拳了？陈索乐，你打的不是陈家拳，是谁教你的？没有人，是我自己琢磨的。真是你自己琢磨的？是。这还了得？啊，族长不必着急。就是他了，我看这个陈索乐不错，就收了他吧。还有这个陈汝信。这个陈索乐的功夫来路不明，收不得呀。再说，你挑的都是你家的人，这个不太合适吧？陈索乐的脾气像我。族长刚才不是也说，要我教出几个像这样的吗？如果族长觉得这么筛选有问题的话，那么索性不选了。只要是喜欢练武的，我都教。好吧，反正是你交拳，随你吧。今天凡是参加比武的，都能成为我的学生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王庭啊，陈索乐这样的心性，断不能入武学啊。他要是学成了，岂不是要危害乡里了吗？正是因为他这样争强好胜的品性，才要入武学。我要好好调教调教他，步伐要稳，拳法要准。记住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相生相克，互根互用。汝杰，打得不错，来，再来。步伐要稳，拳法要准。哼，胖婶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来这儿看我儿子练功呢。我还不知道啊，你肯定是来看陈师傅的。那你还那么多话，看着吧。你看，陈师傅教功夫挺有一套的啊。记住，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。啊，二爷回来了。这话该是我问你。这次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啊，这世道刚太平下来，北边的生意好做，我又捎带了两笔。我还以为你就此不回来了呢。我知道二爷离不开我，我怎么敢不回来呢？谁说的？我被你从小烦到大，你都不知道你走了以后我有多清静。二爷身边亲近的人就只剩下我了，别说二爷离不开我，就是二爷撵我走，我都不走。你说你呀，陈福。我从小就有个想法，就想找一根针，把你的嘴巴缝起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想法竟然没有消失过。哎，二爷，一会儿啊，我把账给二爷过过目，二爷就会夸陈福会做生意了。钱的事情，你就找账房对吧？以后这些事情，就由你来处置。可二爷，您知道我刚才在镇上看见了谁？谁？
罚。你没看错，起先我以为自己眼花，可我仔细一看，就是他，没错。我以为李继玉兵败以后他死了。死是没有死，只是活得不好。怎么个不好法？在街头卖艺，每天在街上让人出钱打他，一文钱一拳，可怜呐。二爷，花灯了，漫游纸伞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我知道你要去找蒋发，所以。回去把我的刀拿过来。卖酒，不是要逼我是吧？试试。他竟然能经得住打，真厉害！你下不去的手啊！真是奇怪，不经我的打，这门头干啥的都有。是差钱请叫花子。那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去，我付钱，你试试。我生存，用不到万不得已的事。一文钱一拳，会吧？打吧。那。我就不客气了。前任打吗？你怎么还还手？我没说要让他们一起打不还手，这五两银子我不要。好，你等着，我找人给你单挑。走。王庭，蒋兄，陈师傅在不在呀？陈师傅，
你嚷嚷什么呀？我们家二爷一早出去了。那，月华呢？月华也出去了。你到底找谁呀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个东西要交给陈师傅。什么东西？你不可以看。我能当得了我二爷的家，就看得了这个东西。你要是偷看，就把东西还给我。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啊，就等着二爷回来，自己给他吧。好了好了，我就信你一次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看的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交给陈师傅啊。哎，知道了知道了。我偏要看。蒋兄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我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要不是你今天请我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吃这么饱了，不怕兄弟你笑话。这顿你请我，我多吃些，明天你走了，我还不知道到哪讨食吃呢。蒋兄，不如你跟我回长阳村吧。我现在在研究一套拳法，你要是来了，我们正好可以切磋切磋。不去。为什么？我蒋华这辈子从来不欠别人的，不需要你同情我。蒋兄，你误会了，我这不是同情，是求你帮我的忙。我这套拳法是自创，想请蒋兄给我看看。你不用蒙骗我，我知道你是同情我，想给我口饭吃。难道你宁可流落街头，任人打你，也不愿接受我的帮助吗？王庭兄弟的一番美意，蒋发心领了，却不能接受。好，既然蒋兄不肯，王庭也不好为难于你。咱们今天只谈兄弟情，其他的不说了。来，蒋兄，敬你一杯。好兄弟，小二，再过来三碗面。青儿，来。谢谢你今天这顿饭，我要做生意了，你自便吧。哎，蒋兄，别着急赶我走嘛，咱们的账还没算清楚呢。算好以后，我自然会离开。什么账？你刚刚吃了我的饭，还没有给钱，我怎么能走呢？刚才那顿饭不是你请我的吗？说好了一起吃饭，我可曾说过请你吗？是不曾说过，可你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蒋兄，你误会了，我陈王庭是个生意人，你以为我会做赔本的事情吗？好，这是我全部的钱，你拿去吧。我们刚刚那顿饭花了五两银子，恐怕蒋兄这钱还差得远呢。五两银子？我吃龙肉了吗？吃了便吃了，难不成蒋兄还想赖我不成？陈王庭，想不到你是这等小人，亏得我师妹死得早，要不然早就被你活活气死了。对，那会儿不死啊，现在也早死了。不许提英霞。凭什么不许我提她？英霞是我师妹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她也不会早早的就死了。你打得过我吗？一文钱一拳，我跟你单挑。你把那二两五的银子让我打完，咱们就了事。好，就打二两五的。废话。
好好给你打。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还不了你那二两五。你这些年沿袭了木华存和我师妹留给你的武学秘籍，别说不让我还手，就是让我给你过招，恐怕我都未必能赢你。你这是认输吗？我不吃眼前亏，我认输了。认输就好，不过你别得意，等我还了你的银子以后再找你打过。哎，你欠了我的钱，又成了我的手下败将，怎么还好意思跟我打？蒋兄，你可曾记得当年答应过我，如果你输给我要怎样？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打赢你，你就给我扛五年刀，做我的刀奴。好。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如果你输了，就要替我扛五年刀，做我的刀奴。好你个陈王庭，在这儿算计我呢。愿赌服输，跟我回家。月华，扛着刀，我们回家。好你个老小子，我蒋发中你的计了，哼。那女子是谁啊？她叫月华。我是问你，她是你的谁？朋友。哎，你蒙谁呢？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人家长得这么俊俏的姑娘跟你做朋友，你个老小子不老实啊！我师妹才死几年呀？哎，你怎么不走啊？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？你这老小子学坏了。蒋兄，我陈王庭一生只有英霞一个妻子，除了英霞我心里再容不下别人。哎，不是你急什么呀，我不过是提醒你一下嘛。师傅，你回来了，我刚刚去过你家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什么东西？是人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哪来的臭猴子呢。你这个胖猴。你才是胖猴。胖婶，这是我的刀奴，叫蒋发，以后会在长阳住五年，还请你多多照顾。陈师傅哪里的话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你说什么照顾不照顾的呀。哎，陈师傅，我给你送了东西，已经交给了陈福，你想着问他要啊。谢了。嗯。耶，胖猴。陈师傅什么东西都带回家呀？家里来人了。老爷。二爷，有客要见你。什么人？说是位故人，但我看着不像。
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管住你的嘴啊！哎，月华，里边。管住你的嘴。哎，你又是哪来的野人啊？陈福，蒋发，管住你的嘴。哎，怎么他也让我管住嘴啊？这怪人。老爷，在下陈王庭。不知夫人找的是哪位故人？夫家遭难，全家皆祸，丈夫要我和孩子来长阳村找陈师傅，他说你一定会救我们母女。请问夫人的夫家是？我阿玛让我额娘温先生，还记得当年亲娘子救过的巴布海吗？我丈夫是爱新觉罗巴布海。他怎么还敢把你们送到长阳来？难道他忘了当年亲娘子是怎么死的吗？月华，不要再说了。巴布海和师父当年的事情我也曾听说过一些，可他执意要我来找你，想必自有他的道理。巴布海现在人在哪里？瑞亲王临死前只叫了巴布海在身边，皇上已经承办了瑞亲王一族，自然会连累我们一家。巴布海连夜把我们母女送出京城，现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夫人一路辛苦。月华，你去给夫人安排好住处。陈师傅，你怎么还对他们？好了，照我的话去做。二位请跟我来。谢谢陈师傅。二爷，蒋发的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哦，好。对了，你去通知家里人，不要透露家里来客人的事情。另外，你派人悄悄进京城，去打听一下巴布海的消息。巴布海？又打听那厮干什么？要不是当年他贪慕我们二奶奶，我们二奶奶也不会被他逼死啊。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交代你办的事情，赶快去办。是。应霞，若你还在，你会怎么做？伯伯。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跟额娘睡觉？额娘睡了。那你怎么不睡啊？我睡不着。那为什么睡不着呢？我想阿玛。那你跟伯伯聊会儿天好吗？好。好，来。听伯伯的话。如果你想在长阳村安全，就要改口管阿玛叫爹，就说是我的侄女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要管阿玛叫爹，管额娘叫娘。好。爹说，人间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会多一颗心，是真的吗？是啊。你家什么人在天上？都在。那就剩下你一个人了。是。伯伯，我们一起看星星吧。好。王庭，你说我家里的人是不是都在天上看着我呢？人死了就是死了，怎么会上天呢？不对，我师父说人间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。我爹娘都不在了，他们都在天上看我。
李师傅那个老妖婆是在骗你的。不会的，不然你看，如果那颗星星不是我娘，她为什么在对我眨眼睛？她还冲我眨眼睛呢。你怎么哭了呀？别哭，我刚才看错了，她是在给你眨眼睛。我想娘了。英霞，你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陪着你。你能陪我一辈子吗？那有什么呀，我陪你一辈子，两辈子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辈子。不知道爹是不是也在天上？谁跟你说的？娘说爹活不了了。放心，有伯伯在，伯伯以后来保护你好不好？嗯。好了，你还没有告诉伯伯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沁儿。沁儿，好，沁儿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以后伯伯来保护你，你有什么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都要告诉伯伯，好不好？嗯。飞喽飞喽。娘，我像不像小鸟啊？像。飞喽我飞喽。娘，如果有一天我飞上了天，那该多好啊。沁儿真能飞上天，娘得多开心呢。飞喽飞喽。娘，我们一起飞吧。沁儿，你看你都飞出汗了。沁儿，你渴不渴？渴。娘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好。飞喽飞喽飞喽。哎呦，胖婶儿，你诈尸了，吓死我了。哎，你说你至于吗？不就是个带孩子的女人吗？瞧把你给吓的。有一个月华就够碍我眼了，怎么又来了个女人还带着个孩子？这都什么来路啊？我看你对陈师傅啊，趁早死了心吧。就是啊。哎，那个杀猪的屠户早就托我跟你说说，我看他人还不错，你就跟了他吧。这杀猪的能跟陈师傅比吗？让开。哟，嫌我碍着你眼了？我要回家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你姓陈吗？我无意与你交恶，为何你处处与我为敌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哼，你从前干的那些勾当，你……我什么我？我劝你趁早离开陈师傅家，不要连累他的名声。我们的事儿不用你管。陈师傅的事我就得管。你再拦着我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你以为就你会功夫吗？陈家人哪个不是高手？你别逼我。我平日看在陈师傅和青娘子的面上让你几分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没事吧？他怎么惹着你了？你何以下重手？我从小是坏人养大的，所以我也是坏人不假。可这些人就是好人了吗？成日里东家长西家短的搬弄是非，他们才是包藏祸心。要我说，就是陈芳婷一味老实，姑息养奸，你和家里的那个娘们儿都不该收留，给自己造成那么多的祸害。你才是祸害！月华，住手！还不给胖婶赔不是？我不。不赔不是，就不要再进我陈家的门。我就不。不听我的话，就不要吃我陈家的饭。哎，陈芳婷，你这是说我吗？好好回家做你的刀奴，不要在外面给我惹是生非。哎呀，好你个老小子，还真跟爷爷我摆主子的谱。不满意，你也可以走。好，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不跟你计较。陈师傅，
是想赶月华走。你在陈家待得太久了，陈家不能留你了。离开陈家，你让月华去哪儿？天下之大，哪里都有你的容身之处。不，月华不走。必须走。我说了，我不走。月华，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吧。为兄再心疼妹妹，也不能留你一辈子，这样是害了你。你走吧。陈家就是我家，我哪也不去，我要回家。我说话算话，今天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要回去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这些年我不说，是给你留着体面，可陈家的体面我不能不顾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们陈家虽然不是名门大户，但也是礼仪传家，全家上下都是正经人家出身，但是你的身份，我如何容你在此？你走吧。你当真那么讨厌我？我与你无感，谈不上讨厌。原来如此，说什么哥哥妹妹都是假话，你连讨厌都懒得讨厌我，你就是嫌弃我。你想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。陈王庭，再往前一步，我与你的情谊就此了结。你还不快走，陈师傅不想再见你了。你还这样赖着，这么多年还没赖够啊？怎么，你还想再打我吗？啊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有一个女孩，真的，让我来看看。飞狼，飞狼，我果然有个女孩。你去把月华的行李送给他，他应该没走多远。找到他以后，先不要现身，待他走得再远些，再把东西给他。是。不要多嘴，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他。我知道了，二爷，陈父不会说的。快去快回，家里还有事情要交代给你做。是。给我进来！二爷叫咱们进去呢，快快快！快！二爷，好的，不学，学人家爬墙头，我平日里就这么教你们的吗？外面人都说师傅来了个女儿，我们不信，所以才来看看。如信，索乐，不是跟你们说过？这段时间不要回家。二伯，我们不回家去哪儿啊？平日里成天也在外面，也不见你们怎么回家啊。现在不让你们回家了，你们倒是恋家的紧呢。我吃不惯六婶家的饭，二叔，你就让我们回来吧。家中近日要生变故，你们听话，出去再住两天。二伯，家里有事，我们是男孩子，自然要留在家里，怎么能躲出去呢？是啊，二叔。二伯，您就让我们留下来吧。是啊，二叔，我们不走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陈家的后人，陈家的拳法要有人传承。你们先进屋待着，晚些我会派人送你们走。是二叔。去吧。
青儿，来，抱抱抱。哎呦，好你个陈王庭啊！我说你怎么赶月华走？原来你早知道家里要出事啊！家兄，我原本以为，请你回来，我们一来可以切磋武艺，二来我们也可以相互为伴，你也不会在外飘摇。不想这次，王庭不想隐瞒蒋兄，蒋兄也请离开吧。你不明说，我也明白。蒋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还看不出来，还混什么混呢？蒋兄明白就好。那对母女到底是什么人，要你这般安排？管他是什么厉害人物，咱们兄弟联手打就是了，还用得着遣散人口吗？朝廷，朝廷。哼，那正好，李将军失败以后，我正苦没有地方和他们较量较量，你不必赶我走，咱们兄弟联手不见得就会失败，就算失败，谁还没有一死？我蒋发能跟他们较量较量，也死得其所。其实我就应该死在战场上。哎，蒋兄，不必说了，你是知道我蒋发脾气的，我决定的事情改不了了。好，那连累蒋兄了。哼，陈师傅真这么说？是的，陈师傅撵走了身边重要的人，怕他们受牵连。娘，爹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好孩子，你记着娘的话，不管你爹做过什么，他都是最好的父亲，他对沁儿就是个好阿玛。沁儿知道，所以我才想爹。沁儿，娘带你找爹去好不好？这是什么拳法？太极。太极？你自创的拳法？集众家之长，以阴阳为根，这就是太极拳。你个老小子，你真要成精了？还多亏蒋兄指点，否则有几处王庭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化解。以你这套拳法，别说打我一个人，就算一起来十个八个，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娘，你不是说要带沁儿去找爹吗？沁儿，当年你爹对不起陈师傅，我们不能再连累他了。你爹就在这悬崖下面，我们去找他好不好？爹真的在悬崖下面？嗯。爹为什么躲在下面啊？爹怕坏人找到他，所以才要藏起来。沁儿怕不怕？爹娘不怕，沁儿就不怕。好，那娘就带沁儿去找爹，咱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好。他爹，我和孩子来陪你了。沁儿娘，等等。
你这又是何必呢？陈师傅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我答应过青儿，要保护你们，绝对不能食言。巴布赫当年害死了你的妻子，我们不能再连累你了。你忍心牺牲自己，怎么能让孩子跟你一起死？爹娘都死了，他一个人怎么活？我答应过要照顾好他，就一定会把他抚养长大。陈师傅，你让我们夫妻如何面对你的大恩大德？青儿娘，跟我回去吧，该来的总会来，我绝对不会把你们交给那些人的。伯伯，你不要再怪我娘了。青儿，伯伯没怪你娘，伯伯是要带你们回家。走，青儿，走，我们回家吧。一个人这样生活是很辛苦的。如果你愿意，以后我就帮你洗头，好吗？我有事先出去一下。哎，你的头发还没干呢。想不到十年了，这个地方还是老样子，还是让人这么讨厌。我认得你，当年就是你逼死陈师傅妻子的。胖姑娘好记性，你的身形倒是越发的富态了，可见这些年长阳村的光景不错。你这狗奴才又来我们长阳做什么？只要陈王庭交出八步海的福晋和格格，我们马上就离开。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吗？我看你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总跟女人过不去？十年前要我们交出青娘子，现在又是什么狗屁福晋？你以为我们长阳村是什么地方，容得了你屡次在这撒野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先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。慢着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啊？有我陈王庭在一天，就不会让你伤害长阳村的百姓。新皇刚刚登基几年，我们也不想跟汉人为敌，只要你交出福晋跟格格，我也不会大动干戈。汉人？你不是汉人吗？我听命于皇上，怎么能跟你们这些草民比较？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滚回你主子身边去吧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凭你们？拿下！成亲要跟朝廷作对吗？你就不怕？怎么，你又要学习长阳村吗？新皇登基没几年，正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时候。眼下别说你们跟朝廷对着干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也可以要了你们全村人的命，你不信吗？我信。你这种连自己祖宗都能出卖的人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为了一个外人牺牲自己的族人，值得吗？
你别忘了，你窝藏的是朝廷钦犯八步海的老婆和孩子。我说过，你要找的人，我这里没有。要不要把他们给交出来？现在，不是你陈王庭一个人说了算。长阳村的人听着，我玉山不是要来为难你们的。我要抓的是朝廷钦犯八步海的老婆和女儿，他们是旗人，是夺了你们江山的外人。我奉劝大家一句，不要因为这样的人牺牲自己。玉山，你少废话，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。各位乡亲，为表诚意，我玉山在五里外扎营，我给大家三天的时间，有人把他们交出来有赏。三日之后，如若没有交出他们，我就会禀报朝廷，说你们窝藏侵犯，到时候长阳村就要倒大霉了。王总，我奉劝大家一句，没有必要为了旗人惹祸上身。我可是连祖宗都能出卖的人，因为有些祖宗他不值得我尊敬。上。好了，大家都安静一下。几位长老，这件事你们看怎么办？陈家人个个都是武功高手，从来没怕过事情，可是这个事情要分个清楚。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两个外人给自己人添麻烦。就是为了两个旗人，别说伤了我们自己人的性命，就是伤一个汉毛都不值得。各位长老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要相信王庭，他既然这么做，那肯定有这么做的道理。谁说我们不相信王庭？可是王庭有糊涂的时候，要不然当年青娘子也不会被这个玉山逼死。各位，王庭不愿连累大家，但是要我拿别人的性命换取自己的安宁，王庭做不出来。王庭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会连累大家的。玉华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二爷，从他一见到我，他就全明白了，说什么都要回来。你也知道我打不过他，所以不是说不许你回来吗？你说不许我进陈家的门，我没进。马上离开长阳村。我怎么就中了你的计，竟然相信你舍得撵我走？对，撵你走是我的意思，我不想连累你这个外人。外人？我跟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我对于你来说只是个外人。不管你在我身边多少年，你对于我来说就只能是个外人，永远都是个外人。好，既然你不在乎我的想法，我也没有必要在乎你的。你不许我进陈家门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进，我就在这坐着，除非你动手把我打走，否则我死都不会离开长阳村。你这是何苦？人这一辈子，生命固然重要，可总有些事儿，有些人比生命更重要。二爷，你就让月华留下吧，他好歹也是个帮手了。你说的这番话我记在心里了。你留下来对我是痛苦，是负担。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心里有我。对，我心里是有你，还有全村的百姓。我说过，我只想陪在你的身边，并无他求，你就让我留下吧。你想怎样就怎样吧，反正我说的话你也从来没有听过。二爷，这是让你留下了，进去吧。
陈师傅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就算你现在把我和青儿交出去，我们也绝对不会有半点埋怨。我答应过青儿要保护她。青儿，来伯伯这里。哎呦，用我们两人的命换一村子人的性命，这生意值得。青儿娘，你就放心吧，三日内我会想办法送你们离开。他们找不到你们，自然不会为难长阳村的人。玉山想必已经把长阳村给包围了，我们如何出去啊？你就听我安排便是。咱们不能让那些坏人把庆儿和他娘抓走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去他们的大营，烧了他们的粮草。我不信他们没了吃的，他们还能在长阳待下去。好主意，就凭咱们几个行吗？你怕了？谁怕了？那你去不去？你敢我就敢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。走走走。外面怎么了？大人，大事不好，有人来烧我们的粮草。什么人？十几个孩子。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。是。陈师傅，救救我们的孩子吧。是啊，陈师傅，麻烦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。陈师傅，救救我。只要是你决定的事情，我是一定支持的。可是我一个年轻的寡妇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不能舍弃我儿子呀。各位，求求你了。孩子不仅是你们的骨肉，也是我陈王庭的徒弟。我答应大家，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孩子们。二爷，二爷，青儿娘带着青儿去找玉山去了。你怎么不拦住他们呀？我拦不住他们呀。请大家放心，我陈王庭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孩子们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走。这就对了嘛，皇上又没说要杀你们，乖乖的跟我回去，何必连累长阳村的老小呢？我跟你们走，放了那些孩子，不要再为难长阳村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等，青儿，伯伯。玉山，今天我绝对不会让你带他们走。陈邦亭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这个人一生都在吃这个亏，为什么还不肯学乖呢？留着你只会祸害百姓，今天我要取你的性命。哼，你就不怕我杀了那些孩子？等等，
你没死，阿玛。若我死，皇上就能放过我的妻儿？当然。杀了那些孩子，你也活不长。皇上要杀我，无非是要灭我的口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你们何必苦苦相逼呢？哼，皇上早就知道你没死，之所以要抓你的老婆和孩子，就是想把你逼出来。果然不出所料。若我死，皇上就能放过我的妻儿吗？当然。好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应霞当年爱你，我心中不服。现在看来，她没有爱错人。巴伯汗，我做的一切不是因为你。我知道你是英雄侠义。你们清军入关杀了多少忠良，我这么做是想告诉你们，屠杀我们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想要百姓臣服，就必须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否则总会有人要反抗，要推翻你们。当年没起来造反真的是可惜了。玉山，这么多年我连你姓什么都不知道，难道你就那么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个汉人吗？跟我耍心机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想激怒我也没那么容易。好，我不跟你斗心机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我死换我妻儿的命，你可答应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以为你还是王爷吗？我当然有资格跟你谈。留着我回京，难道你就不怕我把你那些旧事都抖出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死，我就放了他们母女。王爷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话。阿玛。青儿，阿玛，让阿玛再抱抱你。青儿，阿玛对不住你，阿玛以前抱你太少了。王爷，陈王庭，我把妻儿托付给你照顾，想不到我们是对手，但你却是我唯一值得相信的人。伯伯，你没必要答应玉山的要求。我欠你和英霞一条命，现在还给你。斗了一辈子了，我累了。说过的话，你要守信。我答应你。王爷，王爷，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错事，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你做我的夫君。尤其如你，我知足了。王爷，王爷，我知道你爱的人不是我。可你知道吗？你爱英霞有多深，
我爱你已经有多深，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上楼？夫君，死得好啊！陈王庭，你们真的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吗？人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好大的本事，好大的威望！你这样的人活着，朝廷能安心吗？怎么？你还想要了我的命吗？说得好，这本来就是朝廷一石二鸟的计谋。你真以为就凭你们这些小老百姓就能跟朝廷、能跟皇上斗吗？你们的所作所为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。之所以一直等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让八步海死在长阳村。你万事太近，势必早尽。我也不想再做恶人，你乖乖地跟我走，我不会再为难长阳村的百姓。你觉得我还能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我手里面还有几个十来岁的孩子，等着用你的命去换他们的命。你不要相信他的话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个了解。你以为你这么做，他们就能放过我们吗？听我的好情，我跟你走。马上放了我徒弟，把那些小孩带上来。不要！放了他们。老人，师父，师父，孩子们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们是。我也是。师父，徒弟知道错了。好，知错就好。师父，以后好好练功夫，保护长阳的责任就交给你们了。师父，我们舍不得你。舍不得你。乖，听师父的话，快回去吧。陈师傅，把陈王庭给我押过来。别动，你们走吧。陈师傅，师傅，陈师傅，快走。陈师傅，陈师傅，陈师傅，长阳村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。撤！你这是要去哪？陈师傅刚走，你就要离开了吗？我从小一起跟着二爷长大的，二爷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现在去找他，万一他有个好歹，也好有个人给他收尸。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你有出息，你有出息使出来看看呢。不能让他们把陈师傅带走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是啊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要么一起活，要么一起死。你怕不怕？你觉得呢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王庭是为了我们才牺牲自己，我们查
阳村，我是自私自利、无情无义的人，难道不是吗？大明朝被亡国，是朝廷无能，不是百姓贪生怕死。现在就去把王庭救出来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让他一个人扛着，我们朝阳村的人一起替他扛。你们不怕受牵连？怕，怕就不是朝阳村的人了。月华在这里替陈师傅，谢谢大家了。别说了，我们赶紧动身吧。我们知道一条径，保证比他们先到。我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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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好大的胆子，想要造反吗？就造你的反了。好，好啊！既然你们有心谋反，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哼，少废话！爷爷今天打死你，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。好，杀！你们怎么来了？陈师傅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们这样做，朝廷不会放过长阳村的百姓。长阳村能打的都在这儿了，要抓让他们一起抓，要死咱们一起死，不能让你一个人总为我们牺牲。你别瞪他了，不是他煽动的我们，是我们自己要来的。皇帝，见死，蒋兄，把这次交给我。说你们是武夫就是武夫，你们的功夫再好，拳脚再快，能比得上火枪吗？亏你也算是个习武之人。我用的是脑子。来人，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。
你们干什么？我让你们抓人的。哼，你忘了，我们都是王爷的人。他都已经死了，你们想造反吗？我们听命于皇上，你这种卑鄙小人不配做我们统帅。他反了，反了！你这条狗，我们是不会听你的。好，好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等我面见皇上，按律将你们全部满门抄斩。陈王庭说的没错，你还真忘了自己是个汉人。我们齐人不需要你这种卑鄙小人。枪里面只有两颗子弹，我看你这回拿什么跟他们斗。陈王庭，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保你升官发财。凡事太近，势必早尽。你应该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。陈王庭，你放我一条生路，好歹我也是汉人呢。汉人？你还知道你是汉人？将军，是你们给王爷报仇，还是放他一条生路？陈师傅，你们先回去，这件事情我自会给上面一个交代。多谢将军。走，回家。陈王庭，你不能走！陈王庭。哎呀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没事。走，我就知道你会平安无事的。王庭，我觉得咱们村的名字要改一改。为什么？我们打的这场仗已经引起官府的注意了，只怕日后免不了被他们骚扰。那改什么名字好呢？陈师傅已经出名了，我看就以陈师傅的名字命名吧。哎，不可，你抬举我了，没有乡亲们就没有我王庭，我怎么能担起这个名？要我看，没什么不可。乡亲们就是有意要抬举你，你就接受吧。就是。乡亲们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如果实在要改，咱们村里有一条大沟，而且村中多数姓陈，我想就叫陈家沟。极而太极，万物化生尽在其中。我创太极拳法，授予后世子孙，授以刚柔并济之道理。习武不仅为了强健体魄，更需武者有悲天悯人的侠者胸怀。